们高雄啤酒音乐节即将在暑假登场，由于该活动因疫情的关系停办了三年，今年回归不但邀请到许多重量级卡司，其中包括 Yellow 黄轩、罗俊硕等等，还有不少有趣的组合，像是目前话题度超高的大嘻哈时代二担任评审的蔡诗芸也将带着选手登上舞台，还有安心雅搭档严艺格，罗时峰搭档孙盛熙，此外还有参与非常多届的郭书瑶，则是搭档完全不同领域的许富凯。对此，也表示希望能够借由这次的合作，让自己加强一下台语能力，也很希望表演当天能够唱台语歌，因为自己台语很不好，也没有勇气。不过跟着富凯一起，感觉台语会进步。最后也提到，很高兴能够再度参与这个活动，笑说目前自己终于有一点酒量，可以和大家同乐了。Bye.